大家好，我是 Danny， 今天要跟朋友去宜兰露营，那这似乎也是我第一次在台湾露营了。这次行程是由我朋友安排的，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车，那我就先去跟我朋友会合吧 ，Go Go。OK， 我现在跟我朋友会合，待会一起开车过去啊。要到我们的第一站了，春卷博。哇，满满的韭菜。到第二个景点了，清水地热园区。在我旁边的是 YouTuber。What？这是蟹笼子。哦，人还蛮多的。来到笼子了，找来什么好看？下雨。好的，下一站南美运线。哦，今天的目的地啦，我感觉这是在搬家吧，这么多装备，真的跟搬家没有两样。这什么？你做什么？画的。秋翔，来自重庆，火锅底料。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这是圆圆。你看这小朋友多享受，边看电影边吃饭。大家各位来参观一下这个彩虹杯杯馆吧。这边是它的入口，车是从前面这里开进来，进来之后这边有个接待区，这是我以前还要卖车轮饼，然后这也是大狗。这还有个老旧式的火车头。进来以后，前方就是营区啦。这边一共分为三个营区，价格不太一样。左边这个集装箱的厕所还有淋浴间，厕所上面都有原住民的图腾。那红色集装箱是女生的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有小便斗，有坐式的马桶，这里还有个淋浴间，里面还附了吹风机，厕所看出去的景观还是不错的哦。这边一些小朋友的儿童设施哦，这边有个什么水池，戏水区，我没有水，
小朋友起床啊！小朋友早啊！刚刚说过，刚没有拍到啊。这是摇摇椅啊，这边有另外一个游乐设施。昨天下雨了，改成这种有棚的，价格也是比较贵。这是昨天睡觉的帐篷，大家参观一下里面的样子。你又送镜头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好瘦哦，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吃过东西了。清空了，准备告别了。走了，我们要前往第一站梅花湖。Let's go。Let's go。因为你得到鱼饲料一瓶。哇，好大一只哦！仙女散花。你在干嘛？自己吃完喂。我们要来用餐啦、啊！海世界复合式香肠。